哎呀，我们也不会吃。多好吃啊！不过你吃的挺成功的，可正经的真好吃，这里面炒辣椒，这壳脱的挺好吧？蘸点酱，怪不得他们都吃啊！这玩意儿真好吃，真鲜亮。这虾脑不能吃吧？哎，再洗一个。吃一个尝一个，更好吃。来个小蒜瓣，这有小白酒，来二两小白酒。我去了，太哇塞了啊！这三个，吃一个尝一个。没有虾线啊，这个虾线已经去完了。然后看过他们别人吃的时候，底下就评论：生的敢吃？没有寄生虫吗？没有菌吗？我老公说你吃完不能拉稀吗？这用白酒，用就是高度的白酒，就是杀过菌的，应该是没问题好像。哎，不过是真好吃，我这一盆都能干了，真的，真好吃。行了，我这再给你们吸一个得了啊，我这边。然后我就自己偷摸吃了，这能成功吗？月月最喜是一个成功，真好吃。